这是居民心中公认又脏又臭的地方。以前我是没有来的，咦，我不敢了，他讲肮脏又臭，要洗大便。因为以前那个瓷器人没有来的时候就比较肮脏哦。且看志工如何运用巧思，把老人院变成敬老院，让志工和居民一起打造社区之家。